我们的桑姆雷可文创呢，也特别举办了这个大手牵小手，悠游乐活玩创意这个活动。希望借由周末的假期呢，让我们的爸爸可以呢好好的跟全家人一同享受一个欢聚的时刻。今天就借着大家的双手，掌声有请我们的欧姆雷可文创临时执行长来到舞台上讲几句话，大家掌声欢迎。早的时间能够在这里看到大家，这个是非常的开心。那我们这个桑姆雷可文创是为了就是将台湾的文创市集拓展到全世界。活动的幕后推手，中华乐活文创旅游商游协会朱品台主理事长上台为我们讲几句话，大家掌声欢迎。大家早，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全部交给你们，加油！谢谢，谢谢，谢谢。第一首歌带来龙卷风。OK。